子的妈妈，对于教育我有许多的焦虑和困惑。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培养适应未来世界的孩子？生命成长第二集，我们继续探讨教育的多种可能性。什么是催眠？如何让想法成真？如何发现自己或孩子内在的天赋所在？催眠师、心理咨询师、生生不息催眠体系导师黄世明同我们分享催眠与生命成长的关系。我想要创造美好的一天，看到那个画面，美好的一天，你如何呼吸？你如何处在一个不同的身体状态里，让这个意图进入和你的身体配合的这样一种状态里，你就有机会梦想成真。其实说到催眠哈，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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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通过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去真的改变他呢？你没办法操纵他变成怎么样。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身份的 ID， 就是像我们过海关一样，你这一个 visa， 你的签证符合了，你才能够进入别人的最核心的内在。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疗养性的催眠，它并不是一种疗愈的、成长的、有创造力的催眠。嗯，老旧的催眠是从外面到里面，新一代的催眠是从里面到外面。在我生命里，我最想创造的是引起我身体内在的共鸣，从我的身体的中心延伸到这个世界上。它是从内往外的一种催眠，就它不是来自于一个操控。所以作为一个妈妈的，对孩子最好的正向催眠性唤醒孩子内在的那一个热情，看到他的天赋，鼓励让他的天赋活出绽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连接，只是在这里应该什么应该什么，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觉到被爱。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觉到很多的尊重。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允许不改变也是可以的，改变就发生了。我想要一个亲密，然后平等，然后和谐的亲子关系。Yeah， 比如说这是我想要的，是我就在头脑里创造一个这样的画面吗？是，首先我听到你说我在我的亲子关系上想创造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那个亲密的亲子关系。嗯，那如果我是你的催眠师，我就会有一个想法说让你的意图触动我。嗯，所以我会在听你说的时候，我会打开我的心，然后去感受你这个意图，让这个意图经过我，流过我，看它能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嗯，如果一个人的意图能够引起其他人的共鸣，那我们说这个催眠一定会梦想成真。哦，所以催眠是从这一个有共鸣的地方才正式开始呢。哦，要不然它只不过是一些想法。嗯，那可不可以说如果我这个意图不能打动你，说明这个意图未必是我的真意图？ Yes， 首先我会认同你说的，它并不是你自己真正的意图。嗯，可能是社会的意图，可能是你父母对你的意图。嗯，它并不是你和面前你的孩子这一段独特的关心、独特的人当下产生的那一个共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儿子今年20岁，在他小的时候我能够跟他有很亲密的互动，可是在他高中去加拿大留学的时候，那作为父母
当然有很多的担心焦虑，所以就经常就会发微信呀，打电话，你突然发现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五个信息不回一个，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他就问我第一句话说什么事，有什么事没有啊，只是聊聊啊，那马上就说啊，好，我有点忙，电话就挂掉，留下了一个孤单的担心的焦虑的爸爸。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没办法和他有更好的沟通，有更好的连接，他会让这个关系因为我的操控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我能够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觉察，说这些关系一些旧的催眠今天行不通了，以其怀念不如悼念，鞠一个躬转身，我孩子20岁的时候我最想要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去感受这两个成人，而不是像以前爸爸跟一个小屁孩的关系，我突然感受到信任，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意图说，在和我孩子的关系上我最想创造的是信任。他非常触动我，然后我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爸爸和一个比他还高的儿子一起去散步，一起像朋友一样聊天，我感觉到放松，我感觉到连接，我感觉到对生命的信任，这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图，每一次在我跟他打电话之前，我先要帮自己做一个催眠，我就想和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无论这个电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都能够把这个意图带到这个关系里。当我准备好了我才打通这个电话，然后发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放松了，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我就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催眠在关系上它创造了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意图它能够引起我身心的共鸣吗？如果没有共鸣，它只不过是很多的想法，这些道理在身体之外它就不会产生正向的催眠。如果有一个意图我的身体能够跟它有共振，那么不能只是停留在想法里，它需要能够有画面，能够有身体的参与，那么这个意图就成为了你身心整体的一个部分，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举个例子说，当一个人去跑步，呼吸很多，身体扩张，所以一边跑步，如果你有一个意图说我要抑郁，那是做不到的明白，因为想法没有得到身体的配合，可是你会看很多催眠就很自然发生，我遇到了某些创伤，我的身体紧紧锁上了这个画面，创伤虽然他没有那么夸张做这个动作，可是这个人是这样的，然后脑海里面不停地浮现这些想法，我没有希望了，如果他的身体配合他的想法，那么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催眠师，我们做什么呢？首先要帮助这一个人轻轻地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嗨，你好，打开你的肩膀，你看在这里很安全，我真的想了解你，我想我的心可以打开，也邀请你向我打开。 Hello， 如果这一个过程你有一个意图，在你生命里你最想创造的是放松，那么现在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和想法更吻合了，我们正在创造一个
可以成功的可能性。意图配合了这个背景，所以这个也是称之为我们在做的催眠。有了一个画面、yeah. 然后我有了一个姿势、yeah. 这就算一次催眠了、yeah. 其实那它会如何改变我的生活呢？首先我们在这里探索了某些可能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结果就这样发生，你需要做很多次的练习才能够用一个新的催眠去代替一个老旧的催眠。嗯，所以我有一个意图，在和我的孩子关系上创造更多的踏实、安心、放松。首先我的身体先要去感受它，然后呢我感觉到放松的身体动作，看到那个和他相处的画面，我做一个呼吸把它吸入到我的神经里、让这个画面流过我，经过我，让这个感受留在我身体里，看到未来这个画面的发生，就在一起看书，轻松感觉到内在好踏实。我喜欢这种陪伴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做一个呼吸，打开眼睛，好奇我今天如何把这一个创造出来，让它指引着我来过这一天。想象哦，如果每一天都为自己做一次，肯定会比不去做要好得多。因为你不做这样的一种正向催眠，你也在做一些负面催眠。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我该怎么办，如果以后要怎么办，这个社会要怎么样，如果他这样要怎么办，你也是在做催眠。对，所以我理解的就是催眠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我们希望产生的改变，因为改变很难、因为我们有固有的这个惯性、包括甚至有很多想法我都不知道我有，有很多价值观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但是现在我用一个更好的意图去替代其他的意图，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如果你感觉到放松，你感觉到有创造力，行云流水，你坐在这里感觉到开阔打开，或者是崩溃，这是你创造的。当我们创造了某一个状态，你的状态会影响着你的体验，体验会赋予这件事情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决定了你回应问题的方式。当你回应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你就创造了不同的现实。